大家好，我是刘老师，从事英语一线教学14年，连续带过12届毕业班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下英语中的现在进行时。我们说过，时态不同，在同一时间段里面，它表示的意思不同。那现在进行时表示什么意思呢？顾名思义，现在正在进行的，或者现阶段正在进行的，就叫现在进行时。下面我分别举个例子，什么叫现在正在进行的？比如说我们正在上课，这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。那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呢？举个例子， A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见你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下面就 B 说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写一本小说，这就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。那前面我们也讲过了，时态不同，它用的动词不同，学时态的核心就是学动词的变化规则。那现在进行时动词长什么样子呢？现在进行时的动词是 be doing 结构，注意这个 be 动词包括 am, is, are, 你学会了吗？点赞加关注，英语不迷路。